要管住自己的性根和念根。性根就是相信的根源，意念的根本叫念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师父说，管不住自己的信念，就会丢失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一切都会被别人牵着走，而不是属于自己的。为什么有些人的感情会被人家控制？就是因为太愚痴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运用佛法，三个月让我的白内障不药而愈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来和大家分享。2023年48岁的我，有幸在4月份与心灵法门结缘，开始学佛念经消业还债。2023年8月份，我得了白内障，因为我婆婆以前得过这个病，我们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后来婆婆是去医院割掉那层白膜才看得到，我用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，白内障已经覆盖到了眼球的部位，视物模糊。于是我向菩萨许愿，我每天坚持念经和读诵白话佛法，永远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自度度人，永不退转。平时只要我在家，每天做功课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时候，我都是看着经文念诵的。我每天读一篇白话佛法，给自己的药经者已经念了大约300到400章经文组合小房子了。至2023年11月份，历时三个月左右，我的白内障就不药而愈，全部好了，视物清晰了，那层白膜也消失了。还有一个法喜的是，我从2007年开始，我的脚底、小腿或者大腿不定时一个月要发几次无名肿毒，只要一发出来就是又红又肿又痛，有时候痛得我上楼梯都困难，问医生也没有根治的方法，只能是一发出来就马上涂点消炎药水，只要能消下去就好，但过几天又会从其他的地方发出来，反反复复，让我很困扰。但自从学佛念经后，这种情况在不知不觉间就好了，没有再反复发作过了。佛法无边，真实不虚啊，心灵法门太灵验了，谁学谁受益，早学早受益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慈悲宏愿遍人间，普天同庆正法传，纪念伟大的慈母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下。二，学习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广施无畏，普度众生的精神。二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庄严妙相与32应身。七，何谓圆通？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、妙法度人的心态，选自2018年3月30日直话直说。庙里面有那种大雄宝殿，但是有些庙上面写的是圆通宝殿，但是里面好像供的是观世音菩萨，那这个圆通这两个字是怎么解释呢？首先你说圆通是不是啊，你说圆通圆代表什么？圆融吧。是不是啊？哎，对的。好，
通是什么？通达，对不对？嗯嗯。那么我问你，你想想看，圆通宝殿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就是告诉你，你走进去这个殿堂，你就会顺利，明白吗？哦。你就会想得通，因为供奉观音为什么是圆通？啊，你想一下就可以了。圆通宝殿里还供了很多大圣菩萨。啊，你看啊，普陀山的那个普济寺啊，供的是观世音菩萨，但是现的是南像。嗯，对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对的。有32生相，什么叫圆通啊？妙法呀，哦，救度人呐、啊，到这里边就是人家说圆通宝殿什么意思？就是活的大殿呐、啊，就是你看三观世音菩萨32生相，这怎么转换？是不是活的大殿呐、啊？进去就像观世音菩萨活着一样的呀。嗯，对的，很庄严，很庄严。啊，嗯，你明白了吗？哦、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圆通宝殿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啊、嗯、我们说心理啊，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他有四宏愿啊，苦海度众生啊，闻声救苦啊，圆通实际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的一个啊，我们说一个心态。所以你看看，在很多过去很多的这个啊，古时候大势至菩萨啊，也是这么圆融去包容去啊，成为一个道场。他为什么成为西方三圣啊？为什么圆通啊？圆通嘛，就是讲给你听，六乘六根六识啊，七大25个圆通。圆通是什么？通是什么？所以为什么你到圆通宝殿里边，你一看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有32法身啊？实际上就是神通呀。感菩萨，感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要记住，管住自己的性根和念根，尤其意念的根本一定要管住。意念的根就如在生活中，我想不通了，我难过呀，这个意念的根本一定要管住，要应用精进力来修。精进力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，不受任何阻碍的去做一件事，这样会产生一种力量，这也是存于心中本身就拥有的超自然的力量。关注了意念，就管住了人的念根，念根一正，再加上念经，一种超现实的境界就会在你的意念中产生，这种意念就是佛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，学佛人。嗯，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